搭过帐篷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天资聪颖。搬得来，这一边 要搬过来，要搬过来。怎么啦？要搬过来，没有搬过来。还是希望自己的家漂亮一点。好，就这样子吧啊。刚才怎么啦？大牌就也不知道那个铁架要怎么用，虽然刚才当错，但是还是有觉得这如何大。为什么拉链要拉起来？蚊子吗？对睡帐篷有什么期待吗？晚上可以凉一点。